提前庆祝五二节，各地方拢举办着不同的活动，亲像北门离中港临安宫的大厅，就看得到侪侪志工，有人伫北站，有人是将桌顶北好的站来做整理，周边是相当热闹。而且这北站阁有一项上特别的，就是有加入小红酒，嘛代表祈祷瘟疫。古早人讲在食雄黄酒。吼、哦、啊，驱除瘟疫啊，趋吉避邪啊，吼安尼会习惯用迄个小红酒，吼、哦、代表红酒，去敲庙吼，敲在八色庙吼，啊敲伫地内底吼，啊就是敲八色，啊咱才会长吼，会使讲较袂歹啦。哦，我们没有再放什么防腐剂什么的，我们是用天然的东西去处理。这个北站的活动也是临安宫第五冬来举办，这次总共拔粒14000粒的肉粽，北口的肉粽就送给北门568号公所经销等等的单位，让大家都可以品尝到这个独家配方的肉粽。另外在西港江东社区也稍少社区志工做伙来拔肉粽，江东里长分过秀魂也亲自来杀肉粽，最后完成2000粒，也分散给区内六岁家庭和独居长者。今日分享也依照陆老师宣导团来到江东社区，也趁机会和长者进行沟通和妇幼安全毒品等等的宣导。咱的新闻台文综合报道。